印尼之旅最后几日，最后一站，我哋决定喺巴厘度过。同样有火山，同样有海，但我哋决定再上山下海，搵几个有特色而又舒服嘅角落，慢慢地享受呢个岛屿嘅人文风景。所以头两晚我哋决定住喺乌布，除咗因为佢系巴厘嘅文化同埋精神中心，亦因为佢。是一个绿色城市。
我哋正式喺巴黎嘅第一日，冇咩特别行程，只系随心地喺市中心嗰度游走，食下嘢，感受一下巴黎乌勃嘅慢活节奏。摊贩阿婶喺度织紧嘅系平竹，即系用竹同埋椰子叶砌成，每家每户喺巴黎新年嘅时候都会放喺门口嘅装饰，系丰盛嘅象征。你可能会问，点解系年中嘅时候庆祝新年？因为根据巴黎嘅历法，每210日就有一个循环。虽然印尼系一个回教国家，但我发现他们对于地道的文化、信仰和传统仍然相当尊重，当地人亦都很乐于传承他们自己独有的文化，令到这个本来已经充满着南北东西的文化冲击的地方有着更浓厚的人文色彩。巴厘岛的人在他们新年的时候都会有类似舞狮的活动，但其实这只并不是狮子，而是叫宝龙，是钟灵之王，以炮身示人，亦都是善良正义的象征。而很多年轻人就在这个时候连群结队，黄昏时段打锣打鼓，舞着宝龙，挨家挨户地问人家拿打赏，有啲似 Halloween 嘅时候，细路去攞糖果；又有啲似香港农历新年嘅时候，问人哋接财神。
呢日嘅朝早，我哋先去提格拉冷梯田。虽然呢一片细小嘅梯田已经变得好 touristy， 但系始终系世界文化遗产，点都要去一去朝圣。Just donation.我哋嘅第二站系去圣泉寺，一间围绕住泉眼而起嘅寺庙。我哋之前嗰晚见啲小朋友冇白窿，但系今日就喺圣泉寺附近睇到大嘅寺庙，佢哋冇白窿嘅时候系几咁大阵仗。游客造访呢间寺庙系唔可以见到膝头嘅，但系大热天时，大家都着短裤短裙。寺庙好细心，准备咗免费借俾大家嘅沙龙，但系派到咩颜色嘅沙龙，就完全取决于缘分。
相传圣泉寺的泉水是圣洁的，信众相信被泉水提壶灌顶，不单止可以受到祝福，甚至乎能医百病。圣泉旁边有一个小池塘，池塘里面养了很多锦鲤。我哋发现这个小池塘反而是整个圣泉寺里面最安静，我哋最喜欢的地方。这度的水给予锦鲤和浮萍生命，感觉比起圣泉那边的水更加圣洁。我哋喺巴厘岛嘅最后一个景点就系去圣侯森林公园。呢度嘅马骝有神圣嘅地位，任得佢哋周围走，亦都有专人服侍佢哋，为佢哋提供食物。因为香港都有唔少嘅猕猴，所以置身圣侯森林，我哋一啲都唔陌生。呢度嘅马骝虽然系神圣，
但是神圣的马骝要吃东西都要交足气扮帮人家 selfie。公园里面有一棵很大的榕树，大热天时无论人或者马骝都会在这棵树附近乘凉，亦造就了人和马骝近距离互动的机会。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马骝，大人又好，小路又好，总有喜欢不喜欢。但是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物种所有的事物我们都一定会喜欢，不喜欢不紧要，但最重要的是互相尊重。这一片森林里面有一间寺庙，远离大榕树，远离人群，难得地清静。我们反而可以静静地欣赏马骝与马骝之间的互动，慢慢欣赏没被人打扰的马骝，他们的举止和神态。我们在巴黎的最后一晚离开 Ubud， 选了一间在 Sidemen 在悬崖旁边而建的一间小木屋，安静地度过。
Thank you.
食完早餐，我终于可以静静咁欣赏呢间小木屋嘅木结构，发现佢其实全部嘅组件都系旧木，甚至乎系俾木虫蛀过嘅老木建造而成。我冇嫌弃佢哋，反而更加欣赏别墅嘅主人用循环再用嘅木头给予佢哋新嘅生命，用极低嘅成本就可以赚取我哋嘅旅费。去旅行有人中意大酒店、体贴嘅服务，但系我更着重嘅就系建筑嘅性格。欢乐的时光过得特别快，又是时候讲拜拜。眨下眼，我哋12日的印尼旅程嚟到最后一日。12日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讲是不短的假期，但是对于印尼这个幅员辽阔、人民风景五光十色的地方，12日只可以走马看花。但是点都好，这个一路被睇低的国家，它的山、它的水、佢嘅人同埋物，已经深深咁喺我哋心里面留低一个唔能够磨灭嘅好印象。我相信我会再嚟印尼嘅，净系巴厘，我已经有好多地方想要去而冇去，印尼想要去而冇去嘅地方更加数之不尽。Lombok、Sumatra、Sumba、Raja Ampat。再俾好多个12日我都去唔完。假期总有完嘅一日，喺下一个假期来临之前，喺下一段旅程嚟临之前，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好似我哋喺机场等飞机嘅时候咁，慢慢细味我哋喺印尼嘅每一个片段，每一个欢乐时光，直到我哋下次再见。